大家好，阿華法官，今日想問一下咧，嗱，你話唔係貿然提出呢樣嘢啦，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，究竟你嗰個網台係話CCTVB 啊、CCATV 啊、商台啊嗰啲啊，定係包括其他網上包括 YouTube 嘅 channel 咧？咁如果你唔係貿然提出嘅話，你應該一早已經諗定㗎啦。咁希望你可以解答到我哋，就唔好再迴避問題啦。咁第二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嗰啲管唔到嘅你就要去管，管到嘅呢你就唔管，點解你唔管下嗰啲民建聯啊，去請大家哦選舉之前一兩年去食蛇宴啦，我派米啦，一兩個月都派米，食蛇宴係啦，俾錢買節目時段啦，呢啲你又唔管喎，派米你又唔管喎，送人打流感針你又唔管喎，咁你點樣去維持呢個公平呢？得唔得啊，馮法官？我哋個網上電台、電視台個定義咧，就係利用互聯網播放自行製作有關候選人集選廣告嚟㗎。嘅電視台咧，就係唔包括嗰啲社交網站嘅。但係我哋喺呢兩個禮拜嚟，包括今日咧，係聽咗好多意見，包括原則上同埋執行上咧，令到我哋咧係要考慮呢個公平平等的原則。我想公平平等原則呢，我一定要跟你說我是同意的，但是是否要引申到互聯網呢？這個是要考慮的。那我可以告訴你，就是這樣。